何时？请陛下，不是可以救我们？要是这些药都没有用，不如我已经好多了。别害怕了，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仙药，我们来了。仙药，怎么了？又不舒服了？我又没关心你，谁要你关心啊？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神道教授又出来砍大山了。这是我们大部分的说话，无法感知他。当然了，坊间也会有一些通灵的方法，比如说青笔仙呐、碟仙呐，等等等等。但这些啊都不够专业，要相信科学啊。本周，哎，听说玩笔仙可以看见鬼。我还真想看一眼夏佑能够看见的东西。不是吧，你还真信这怪老头？夏佑就一次。听说玩笔仙
可以实现召情者的愿望，但是也有很多禁忌，不可以在凌晨12点玩，中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松手。啊，还有，请完笔仙记得把他送走。来吧。我就说嘛，没劲，怎么敢？笔仙，笔仙，是你吗？黑姐，是你动的吧？谁先提问？不是不是，刚才一定有人动了笔。我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笔仙。你真没意思。这个游戏就是自己吓自己了。我们还是别玩了吧。笔仙，笔仙，请告诉我，班长是不是喜欢小一？是你往这边掰的吧？臭不要脸！咱们还是别玩了吧。就是笔仙，可以吧？那我还是王母娘娘呢，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还有没有更刺激的？哎，你们听说过死亡视频吗？哎，还真有这事儿啊！当初在我们学校里边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说还死了不少人。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真的害死过人吗？那就不知道了。不过，看过这个视频的人就会有怪事发生。给夏佑惊喜吗？噔噔噔噔！哎，又来这套是吧？老套路，能不能换个新的呀？就是，诚意呢？干什么呢你？不跟你闹了，
你看，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今晚要不要去嗨呢？嗯，好呀，来呀，嗨起来！我也要去。走吧。准备好了吗？啊，快毕业了，想好做什么了吗？其实都没有关系啊，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们啊是最最好的姐妹嘛。我还记得我五岁的时候，为了跟你抢一件裙子，被我妈妈关在了小黑屋里。来，夏佑，其实我们从小就干嘛呢？你们哦，把你的夏佑姐姐借我小伙儿，好吧？就一小伙儿，就一小伙儿啊！大家静一下，听我说件事。四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善良、可爱。我为了她骑着单车绕了大半个校区，就是为了假装和她偶遇，然后送她回宿舍。我为了能和她一起去学校的大礼堂排练舞蹈，特地去报了舞蹈培训班。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见我所谓戏剧，但是她是知道的。怎么了夏佑？夏佑，你没事吧？夏佑，请你答应我，做我女朋友好吗？好吗？那我先进去了。好。在啊。我正准备走。要不进来坐坐吧。不用了，我先撤了。拜拜拜拜。早点休息啊。拜拜。哇。是你吗？
小一，是你吗？小一，你们是他朋友吗？是的，是。就我们初步侦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你们自己在外面也要多注意安全。领导，已经取证完毕了。嗯，好。有什么事记得及时报警。好。怎么了？
你说文文的死是不是因为看了死亡视频他才那天文文回去拿手机我好像看到了文文在看那个视频我怀疑、啊、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是我打开了那个网站是我害死了文文我没有小一，你没事吧？今天的事你别放在心上，能跟你视频聊会儿吗？
据说看了死亡视频的人会莫名其妙的死去，你说这是不是真的？我怀疑文文的死怎么了？啊！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红衣服的女人。是小一的电话。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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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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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离开这里！Help!
设备成功的把人送入到啊另外一个次元的世界，因为这个事啊，我也多了不少的迷弟迷妹。灵魂啊是一种赫兹拉能量，当赫兹拉达到一定的指数啊，就会形成恶灵，也就是你们常说的厉鬼啊。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这是我这两年研发的一些新的探灵设备。大家看看这个啊，这可不是普通的溜溜球，当球体快速转动的时候啊，会吸收周围的磁场能量，并形成它特有的磁能量体。大家再看看这个啊，我给它命名为生命磁场探测仪，它可以探查你身边的能量磁场，跟着这个能量转动就可以找出灵体的位置。哎，教授，这么说的话，你那个照相机肯定也是很强大的存在喽。不不不，是相当的强大。这个可是我得意的发明，灵魂封印照相机。这个相机啊有两个功能，一档为拍摄，我们可以用这档来判断是什么鬼魂，还有一档呢是封印，只要被他吹下的灵魂便会封印在照片上，再通过我这个灵魂磁场消融仪，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熔炼，将会彻底的把它消灭掉。而这些呢都还在不断的完善中啊。这个酒店呢装修的也太豪华了。教授，哎，你们是不是来找我要签名的？教授，请你帮帮我们。快跟我回实验室。哦。啊，来，请进。啊，这里啊就是我的实验室，随便参观啊。小翠啊，来，准备开始。哦。哎，请坐。哎，你们坐好啊。注意摇动频率。嗯。好，慢点。线插了吗？哦，
机，找到营长，我要找到他的位置。
仙的能量，不能让他得逞，快阻止他，快！你们现在安全了，只要他在这个设备里待上7期49天，便可以完全消融了。都过去了，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学校里边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说还死了不少人。这个视频真的还死过人吗？Thank you.
别过来，别过来。他们一点一点的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你说他们该不该死啊？从小到大我们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学校，穿同一件衣服，为什么他们可以夺走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配和你在一起。只有我能和你做朋友，只有我能。对呀、啊，这个恶灵没了。
心。你走，姐，失败了，让那个恶灵给跑了。刚才
去了个地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我想笔仙一定有他的目的，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根据夏佑梦境里那个图标，我找到了，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家徽，我们根据这个地址应该可以找到。我向笔仙告诉你这些啊，是为了让你给他解开某种封印。我们一定要在天黑前找到那个地方，在那个恶灵找到你之前，把笔仙给释放出来。笔仙目前呢，是一个不完整的能量体，把它释放出来，一定可以对付那个恶灵。教授，夏佑天黑就要死了，咱们还是快点吧。闭上你的乌鸦嘴，嘿嘿，坐稳了。走前面。哎，好像就在这里啊。来来，这个给你。走。分头找，跟我来。这边，我们抓紧时间，笔仙一定在里面。来，
把棺材打开。来，快来！
牛逼的场面，一定要记录下来。相机拿来，快点，快去！好。吸收了那些被他杀死的小鬼的能量，李现恐怕很难战胜他。快！
药。现在不需要这个了，你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夏佑，佩姐，一直以来只有佩杰才是你唯一的朋友，文文、小一都是你幻想出来的，他们只是你儿时喜爱的两个娃娃。来，文文吃蛋糕。佩杰和我一直都在帮你脱离幻想世界，所以这次的治疗，我们把他们从你的世界里清除。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啊，就让文文、小一陪你好不好啊？好了，没事啊。佩姐，人在自己心里创伤的阴影面，总是会本能的做出一些联想，更严重的，甚至会从潜意识里钻出来，从而影响到控制人行动的表层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要克服这个抵抗。什么抵抗？把潜意识的欲望转化为意识，或者说弥补潜意识的创伤，但这个不可能完全弥补。弥补不了会怎么样？活在自己快乐的幻想中，或者活在痛苦的真实中。我就会拿诺贝尔奖了。你看啊，这个是探测封印仪，这个功能啊是很强大的。夏佑，行吧，走啊。傻丫头，人家说什么你都信，智商不在线啊你。快点讲。
鲁米鲁米的鲁，恶心。不是，其实我刚刚不是那样的，我特别可爱。就开饭了。开饭了。哦，今天这个妆感觉怎么样 ？Perfect。这不紧张吗？惊悚到警察叔叔都过来查我，随便吧。这是我们的演员导演。哇！好，你就我们俩相爱相杀，平时还注意。知道吗？戏上面打完了以后，回屋里就很恩爱。对对对，她笑起来很美，可像那个比我漂亮。郑子老师的舞替。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团队，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好，非常认真。眼神喘息，大家都很努力的想做一部好戏给大家看。咱们组织导演啊，那么可爱，那么精巧，是吧？迷你的东西都比较招人喜欢。那天我要站在一个将近3米高的台子上，我又是一个比较恐高的人，在上面待了有2个小时，我觉得它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因为现场需要很恐怖的一个氛围，每场戏都会有烟顶啊、灰尘啊，对，各种脏。现场的工作人员每天的睡觉时间基本是5个小时左右。两星期。刚开始从镜子里面爬出来，电脑里面爬出来也很惨，还要从马桶里爬出来，最后还要从厕所里爬出来。今天第一天惨，今天要从粪里面爬出来，良心看到此处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上。这部戏拍得很辛苦很艰难，感谢所有有陪我们一起熬大夜的工作人员，真的特别辛苦，希望观众朋友们会喜欢这部戏，喜欢这部戏，喜欢这部戏，喜欢这部戏。